鬼天气，这么大太阳，又打雷又下雨的。 葵花在手，江山我有。好，当剑士。啊！ 酒啊！这算什么意思？把我的二锅头喂狐狸的鱼？啊，好啊！猎春香训，四品皆全呐！好酒。 酒也要品者高，大家都是酒道中人。我叫令狐冲，姑娘，你归格方名方便告诉我吗？姑娘，你是不是有不便之处啊？那干脆我送你一个代号吧，叫姑娘。你也捉鱼啊？姑娘，再说两句嘛。你这后辈，信口雌黄，你闯入我发功范围，上来跟我解释，我可以赐你。 这位高手内力极深，会千里传音的举止科术，到底是敌是友，你知不知道啊？那家伙是说我的，你不会受牵连的。等我回来再替你取个代号。前辈，我跟上来了，我不会千里传音，你听不听得见我说话呀？听不听得见啊？一，二。 三，看来听不见了。姑娘，姑娘，啊，一定是偷跑出来玩水的。